不听，国事无双袁隆平，大脚水道的脚步，世界人民都关注。古人有天鹅号传，袁老撒手里人欢，享年91岁，全国上下都流泪。袁老离开了人间，全国人民都心酸，多么伟大科学家，世界人民把你夸，也有个别的小人跑到网上来发问，诬陷国宝科学家，这样的人都该抓。袁老买了部手机，都被喷子拿来批，又说买好吃好宅，这些喷子张口来，一部手机3-2千，也被喷子炒翻天，就是街头收破烂，买个手机也普遍。袁老整天乐呵呵，出行都是电动车，后来因为年纪大，有关部门很害怕，国产汽车来配备，袁老一直都反对，国产汽车10来万，工薪家庭也常见。为了袁老有住处，国家奖励大别墅，这个别墅不一般，里面别一番洞天，星罗万象都包括，就像水稻研究所，研究所也搬到家，这样的人应该夸。我又想起钟南山，也被喷子说一番，这些国家的栋梁为啥也被说断肠，这些喷子太阴险，一副丑恶的嘴脸，到处煽风和使坏，就是间谍反动派。明星随便卖个萌，也被粉丝拿来捧，一天收入几百万，娱乐圈里很常见，阴阳合同去偷税，坏的习惯都学会，天价片酬太泛滥，为何时而都不见。袁老就是个国宝，世界人民都知晓，袁老一生很简朴，为了科研吃过苦，埋头苦干搞研发，大脚水道的专家，如今袁老离人间，也被喷子说一番。多亏咱们有袁老，才能有饭吃得饱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网络喷子不是人，吃得太饱没事干，互联网上瞎捣乱，网络不是法外地，小心有天抓进去。袁老如今离人间，哭声阵阵响彻天，十里长街送总理，苍天感动下起雨，万里云端送袁老，世界同是一国宝，举国爱上来送行，这是真正大英雄，那个大英雄。缅怀国情，不言放弃，拼搏抗争，拥有坚毅的拼搏勇气，缅怀国情，不忘初心，你的精神全人类去学习。